学时间有限制啊，所以回去的话还是要多练习，因为这东西其实真的非常花时间。尤其像这个按钮，虽然看起来没什么输出公式，那你只要按照我们之前讲的那个 SOP 啦，其实大概就可以把这东西做出来，只要不要做错哈。那而且要熟练哈，丢公式过来。不过呢，做完之后有一些状况，比如说可能还需要注意的哈，包含就是说呢哈，第一个输入完之后啊。那之前就有同学会问说："老师，这个公式太长了，他一直跑跑跑跑到最右边去，然后你要这样瞧来瞧去，才能够看到右边的这个程式，那怎么办？一般习惯是希望把，对吧？你不能说随便看到哪个地方你就把它按 Enter 啊，比如啊看到这里好像比较适合 Enter， 它会出现错误，为什么？因为呢，它会把上下变成一行变两行，两行的话它就没办法正确的被执行了，所以。如果未来呢，你遇到这种情况哦，假设要一行变两行的话，请记得哈，关键的地方就是在那个我的习惯是找串接符号 and 符号的后面这个空白，所以呢，关键是 and 符号跟空白的右边加一个底线哈。第一个你要找 and 加空白，第二个在那个的右边加一个底线，这个时候呢，你才可以按 enter， 那它就会。移开之后就不会错了，关键的地方，所以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别的诀窍了。但是以后如果你遇到的话，你要记得不能随便换行哦。所以其实如果这边有没有可以的话，那你想说 end 符号，这边可不可以？其实如果你要放这边一个 end 加空白的右边加个底线再 enter， 可不可以？可以啊 ，OK，end 哦，然后这边这样子的右边再加个底线 enter， 这样也 OK 哦啊。不过有的时候啦，没事也不要多行，不然感觉好像本来分两行就好，你分那么多行不要哈。随便看到什么这里面的 end， 然后你就没事嘛，加一个空白，然后再加一个底线，这样就会不会对？不对，为什么？特别注意哦，这个 end 哈，公式里面的 end 哦，好啊，这个 end 是 VBA 的 end， 你要找 VBA， 所以为什么要一定要空白的？因为有空白的才是 VBA 的，如果没有空白的，应该是 Excel 里面的公式哦，所以这个可能要分清楚。随便说看到当哦，我们就是啊换行，就是让你的程式如果太长的话，你可以换行，但是记得要加个底线。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再来看 E-day。那这个 E-day 哈，首先一样，那个日期可能太旧了，我们把它改2020好了。好，比如说呢，我今天呢，这个日期。奥运的当天，把这个折把它弄回来，等于，比如奥运当天，也许有把这个日期带过来，带过来打个勾 ，OK， 那就是这个日期。那假如说我今天哈，要，去计算什么奥运的后三个月，跟奥运的前三个月，那我们的直觉是说，奥运的月份，那不就是把这个月份加三个月，跟减三个月？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但实际上特别重要，因为一个日期哦，它有三个东西，那变成怎么样？你要把这三个东西分别处理哦。所以其实在 Excel 里面哦，如果要计算日期是相当麻烦的。那如果传统的做法这样，插入函数，第一个你要用 date 这个函数， date 这个函数主要是什么？针对日期格式去把它的年月日分开来，分开来之后做什么呢？再分别计算。所以以后如果你要加三个月的话，第一个插入 date 函数，第二个的话呢，你要取得用 year 函数怎么样呢？再取得你要计算的那个日期的年，你要计算的那个月哦，所以这边很麻烦一点哦，就是说你要分别呢把它的年月日哦，分别把它分开来哦，然后前刮弧一样哦，再来做什么呢？把months 地方，因为我只要加三个月，所以你加是加在这里，加三，这样就 OK 了，特别注意哦，如果没有经过 date 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OK， date 所以 YMD， 那其实除了说日期是这样之外如果时间是不是这样子？其实时间也是一样，只要时间把 date 改成 time， 把 year 改成 hour。改成 minute， 改成 second， 有没有？年月日改成十分秒哦。其实如果你要运算的话，
观念都一模一样哦。如果你没有经过这个，很抱歉，没有办法。OK， 按确定，好，算完，没错哦。那前三个月的话呢，当然把这个公式复制比较快了啊、哦。复制之后呢，再把它贴上，把原来加三，把它改成减三，这样就 OK 了哈。那、哦、你想说有没有更快的方法？其实是有的啦哈、哦。不过呢，你可能要用另外一个函数，哪一个函数呢？插入函数。如果哈、哦、你觉得刚刚的方法太慢，那当然哈、哦、贴心的 Excel 啦，它会提供给你一个叫 EDAY 函数。不过 EDAY 函数呢是2003以后的版本才内建，之前的话好像都外挂哈、哦。那我们用 EDAY 的话按确定。哎，这个地方哈、哦，有个叫什么 start day， 你就给这一天 month， 特别注意哦，它这边只有针对 month， 没有针对 year 哦，所以 day 只能针对 month 啊、哦，所以只有是月份的加减，那年的话没有，它没有叫 day， 哎day 什么 for year 啊、哦，或者 for week 啊、哦，或者等等啊，它只有针对月份。那如果说我要差几个月，三个月你就输入三，那前三个月就负三，按确定。但是呢，它有一点不太贴心的地方是什么？它回来的是数字，所以怎么办呢？你就不要按右键，自己还要再什么把它做格式化。哦，我是觉得它这个好像只有做一半，那你不如就帮我算完，你回来就帮我格式化，没有哦，所以变成这个地方你要必须自己再把它格式。那前三个月的话呢，其实也是一样，把它贴上啊，直接怎么样，把这个改成负三，哦啊一样啊，它一样的问题，就是它不会帮你格式，所以你要自己再手动格式一下，这点是比较麻烦一点点啊、哦，所以这个是传统的做法，那这个是它后来帮你加了一个函数，好、哦，那至于呢那个 time 的部分哈、哦，也是雷同。所以如果说我今天要格式十分秒，那你可以把插入函数，那记得你这边就是不是 date， 时间的话是 time 函数，它会问你三个问题 ，hour minute 切开来的状态，所以你直接点选，你不用在什么 hour minute second， 你直接选取它，它就会是一个什么呢？一个标准的啊、时间格式。那如果我今天希望呢，把这一个时间哈、哦，比如说增加50秒的话。加50秒，请问50秒之后的时间给我一下。50秒，那你要怎么？你总不能说后面加50吧、哦、记得啊，你这边可能就是如果你要在这边计算的话啦，一样插入函数，一样怎么样，要在这个地方用 time 函数，然后呢给什么 hour 刮弧这个， minute 刮弧这个， second 刮弧这个，然后呢在这个 second 50秒后面加50，它就会得到你要的结果。好，所以概念是一样的，请各位试一下，画面先还给各位。好。